小死人是不是化身？是不是？地府点大堂，观战物理时间，剑斩出9300，绑的是法系啊。对面再扫600，什么900？这小死女儿，猴哥发怒了，只要能顶住，能把剑抬出来，没有问题。来，断穷巨剑，气质，猴哥太有气质了，不愧是第9豪门。五星上将麦克呆瓜将军表示，在近代剑会的历史上，还没有人能与我如此争锋。我原本以为吕布已经天下无敌了，没想到有人比他还勇猛，这是谁的部将？大型纪录片之豪门剑会精英赛，猴哥一发怒，后果很严重，持续为您播出。法师也吹，双吹这一支，这一支也出手了，这支清的另外一只宝宝，我、哦、这个也凶的这一只啊，还都是法听啊，一个尺子没丢，好像，真好像一个尺子没丢，尺子丢不出来，那这个一号地听。应该也是法的吧，我觉得，嗯，不会是攻的，攻的肯定比法的快哦，攻的还是攻的，3700，这孩子很耐啊。好，清理了一波宝宝，孩子也没神，都飞了。好，破甲宙斯，小死下宙斯，宙斯防守、防御圈，法宝继续丢，地府法宝继续丢呗，你能干啥？笑。可以，笑了一手，提前笑了一手，2000开刀，2500，弹甲2000，普陀抗性 OK 啊，死不了的啊，硬剑，死不了的啊，死不了的啊，你别嘻嘻哈哈啊，死不了的啊。好，笑武装啊，被笑立了，小死点武装，魔镜，法系侵蚀，好，高速地，伤害应该是够了，地听的是点的宝宝哈了，还是一只六轮。啊，还是一只六轮，2800，3300，2000，啊，冰川直接拿下，好，封了化身。笑的宙斯啊，笑宙斯是防止宙斯水清啊啥的。小死亡再下武装啊，大行是不够清的应该啊。啊，又是武魂，平砍点一刀，武魂化身，落宝砸盾，小死大行，还好没中啊。诅咒，小死女儿。猴哥发怒了，只要能顶住，能把剑抬出来，没有问题。来，断穷巨剑，9000，巨岩破，啊，渡劫法系，防了一把法系点杀，小死人是不是化身？是不是？活血肯定活大堂操作合适啊，没有别的操作啊。地府点大堂，观战物理时间，剑斩出9300，防的是法系啊。对面再扫600，什么900？这哎，大哥爆了啊！相灭相生多少？5900爆了啊，很舒服。琴音三叠啊，直接死了，163没出。出了也被破掉了。好，先笑地府，
再笑普陀，对六对六，地府拉宝宝啊，法系拉地厅，搞大跟对面。什么？这个地厅什么玩意儿？很炫酷啊！全场一速，就问你怕不怕？好，小死大行啊，无魂地府不让延了啊，但地府还是延出来了啊，五跟七。好，破血清地厅，因为普陀被笑过啊，巨岩破砸了地厅啊，防了渡劫，看法系的这把荆棘五啊，三叠啊，三叠翘了吧？咚！什么？一个 W 溜，满血都要死。好，发红霞地府。先不让对面延长，不让对面发红霞，只要中啊，这把的话关山大王就能起来了啊。女儿还起不来，什么法宝岛，我你的这法宝岛六六六六六，普陀都解不掉，风化身不让火，还没封中。好，砸死火加六道，给他干飞了。这普陀不会又舔了吧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普陀是干嘛的？谁能告诉我？还敢吹笛子是吧？这个地厅还好是法系没吹啊，法系吹一个直接没了，结束了。猴哥地府都自动了，开始惜败啊，兄弟们惜败，不丢人啊，惜败。你看这伤害多高啊，你看你看，惜败啊兄弟们，惜败的四十多回合惜败，观战毕竟也是被双杀了，善恶死亡。